有一种人头戴面具，身穿护甲，还手拿竹剑，神气的模样就像是现在的铁甲武士，收剑时是彬彬有礼，出剑时却声势吓人。他是谁呢？他就是剑道老师。小朋友，我们一起看下去吧。哇，好酷好帅哦。嗯，我也要。大头，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好好笑哦。香蕉哥哥看招，哈哈，胸部两分，哈哈，哈一分。你在干嘛啦？我是剑道好小子啊。哇，大头呢？大头，哈哈，偷袭满分，哈哈哈哈。哎呦，大头，你这样根本就一点都不对嘛。哪里不对呀？我看书上都是这样子的，叉叉叉叉。哎呦，我看啊，我们还是找一个懂的人来问好了啦。哦，香蕉哥哥，漫画书上面那些打剑的人都戴着面具，怎么知道他很厉害呀？这简单，光看气势就知道啦。看到没？就在那里。蔡老师的剑道资历已经有29年了。曾经多次参与全国性剑道比赛，都有优异成绩，也是体委会剑道委员会颁发的优秀剑道选手。除了自己长期到日本学习剑道外，也定期与日本剑道团体做技术交流。想当一位厉害的剑道老师，除了要对学生有敏锐的观察力之外，还有在比赛时要有当机立断的判断力。啊，你就是那个厉害的教练。不好意思，我们剑道它并不属于体育，它是属于一个武术，所以凡是武术方面的话，它一律都是称为老师，被人称为教练。老师，你这个衣服穿起来好酷哦，我也想穿，可以吗？可以啊，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课程的话，我们就先把这个剑道基本服装把它换装起来。嘿嘿嘿，我想待会我穿起来一定跟铁甲武士一样神气哦。可是大头，怎么老师给我们的衣服好像少了很多东西耶？老师，老师，老师，我记得好像有面具耶。对啊，而且你看你身上的这些护具这么漂亮，你是不是忘记给我们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剑道刚刚出入门的学习者的话，就只有基本款，就只有剑道的服装。嗯，那等到一个程度之后，再进阶练习，才可以穿出来这个防具继续做训练。没想到初学者的衣服这么朴素，这下子不但大头的美梦破碎，看看蔡老师一脸严肃的样子，想必接下来一定又是一场魔鬼训练。哇，老师，不要站在那嘛，我剑拿好了，可以练习了。一起来啊！不好意思，我们学习剑道最重要还是从那个武术的礼仪开始做起。所以说啊，我们逐渐我先帮你收起来，我们从武术的一个基本的礼貌从那边开始学习。我们刚刚不礼貌吗？是，因为学习剑道方面的话，就是要借由剑道的传统的一个礼仪，来让我们达到修身养性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如果说没有借由开始入门，从礼仪开始教起的话，那么会失去我们学习剑道的一个本质。哪有这么麻烦的运动？又不是在上生活与伦理课，还要先学礼貌哦。我们今天到道场的时候，一定要先敬礼，才可以进入到道场。要离开的时候，也要跟道场敬礼之后才可以离开，这是对我们这个道场表示的一个敬意。对老师，一定要先跟老师这边先打这个招呼。那打招呼是嗨，你好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跟老师敬礼的时候，已经眼睛要看着老师，然后角度是30度。敬礼就敬礼，还有分角度哎。老师是30度，同学是15度。不过这样的行礼还算简单。接下来坐礼可是一点都不轻松哦。我们整个正坐下去，是。哎呦，这个脚好痛哎。两脚之间的膝盖大概是一个拳头，那两个手掌手指并拢之后，自然的放在大腿上面。在后面的话，右脚的拇指要重叠于左脚的拇指上面，两只手在前方，很自然的放于地板上面。哎呦。怎么才学了行礼，我就已经腰酸脚麻了啦？
老师要求这些礼数不但要做到，而且还要姿势正确。这对有一把硬骨头的我来说，哎呦，真是好难哦。不过总算要进入拿剑的课程，握剑、出剑、收剑，还有步伐，这些都是基本的学习动作哦。我们见到基本上有打击分为四个部位，第一个是在我们头部这个地方，这个叫 main， 手臂的部分叫 kode， 是腹部，这叫 do， 最后面是刺激，就是要刺激到我们喉咙这个地方，这个叫 tsuki。 为什么要念日文，不可以念中文或台语吗？那不可以，因为这个是有一个世界剑道联盟规定的一个规则，所以说必须一定要用正确的这个日文发音。原来日文口诀这么重要，我等一下一定要多多练习练习哦。一、二，这个时候要喊 man man， 一 man man， 好像做起来有点逊哦，动作好像都怪怪的哎，看来啊，待会得多多练习了。没，到，不对吧，大头，那你的剑呢？我这样也在练习啊。你又没有拿剑。到，哎呦，有啊，我要练习念口诀啦。大头，你真是偷懒第一名哎，这样的练习方法，亏你想得出来。手好酸哦！你又没练什么？我的手很累。那我们现在先练习刚才我们讲授的那些动作。那请练习面部的挥剑的动作200次，然后脚步的运作动作练习20分钟。那等上述这几个动作做完之后，那你们休息10分钟以后，那老师我就要来做一个你们的一个检测。还要继续耶，赶快练习啦。我想练完老师说的这些动作，我的手也应该差不多快断了吧。没想到接着还是要继续上课，赶紧把握这短暂珍贵的10分钟。香蕉哥哥，你看我有带这个。哇，大头，你真的很有先见之明耶。这个时候啊，最需要补充体力了。吃，你也吃，来喝一口。可是很奇怪啊，好像没有人在这边吃东西耶。没关系，那我可以请大家吃啊。走啊。学长，请你吃饼干，等一下多多照顾我哦。大头，在道馆里面不能吃东西。放心，老师没有看到你吃一个吗？大头，在道馆里面是不可以吃东西跟喝饮料的。现在罚你到旁边去振作3分钟，有没有听到？对不起。还好我眼明嘴快，逃过一劫。其实道馆里的规矩还真不少，不准吃东西，不准大声说话，不准嬉闹，甚至规定练剑前要先拖地。脱下的鞋子护具要排排放好，这些规定不但是为了让小朋友有好规矩，也是对练习场地的一种尊敬。准备上课前，老师都会击大鼓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就像学校上课钟一样哦。站住！今天有两位新的学员加入我们的练习，首先我们来欢迎香蕉哥哥还有大头两位。卡车，刚才看到这些已经穿护具的学员们啊，他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所以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打击的训练。那像我们这种呢没有穿护具的呢，就是比较基础的成员。你看在后面呢有我的同学哦，三个，那
你猜谁是大师兄呢？结果是最矮最小的那个，哎，我得赶快去练习了。你们好好帮助我啊！拜拜，待会见。我们这四个菜鸟看起来真的有点逊呢，你们看，连大师兄都在偷懒呢。在菜鸟班里，学习基础动作的加强，跟一旁学长比起来，我们练习算是很温和的。慢，慢，慢，埋太近了，埋太近了，埋太近了，步伐太大了嘛，你套到这边来的时候这样子太大了嘛，你现在怎么做大将？大将是这种表现出来的声音吗？啊，不是表现出来啊！在一旁偷偷观察蔡老师，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经常眼盯四面，耳听八方，掌握任何学员的学习状况。这边骂完，转身继续骂。我真是庆幸老师刚才一对一的指导，对我特别的礼遇耶。老师啊，真是太恐怖了，因为他对学员不管是男女或是老少，给予的训练都是一样的严格哦，所以你看他们每一个人练得都好辛苦哦。对于这么严格的老师，我还是赶快去练习吧。哎呦，看到老师这么凶，虽然有点怕怕的，不过还是好羡慕大家可以穿上那么酷的衣服。老师，老师，我跟大头啊，想说我们练习了那么久啊，不管是握剑、步伐，或是打击啊，都已经练习的差不多了呢。嗯，对啊，对啊，像什么念啊、斗啊，我念的都很标准了耶。嗯，那我们是想说，可不可以穿上护具啊，一起来练习一下？嗯，基本上香蕉哥哥的话，我们可以下去试试看。Oh, 那大头的话，因为有些动作还需要再加强的。啊、oh. ，那我们再。加强一点训练，再来试试看。啊，我不行了。哎，大头，不要难过啦，大头。我想啊，我待会穿起来一定很威风。大头，嗯，帮我绑一下蝴蝶结啊。哦，要绑紧一点哦。绑紧啊。嗯。嗯，香蕉哥哥，你看大家都是自己穿呢。哎呀，没关系啦，反正你又不用穿，你帮我绑一下。啊。哼。不行，香蕉哥哥，你现在的能力跟程度已经到一个阶段了，所以一定要什么事都自己来，不可以加手于别人。香蕉哥哥被骂了吧？虽然剑道服的装备很复杂，老师还是会要求所有的小学员要自己来，别以为可以瞎混呢。老师可会检查的，因为老师说穿戴护具不但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剑道的尊重的一种态度哦。戴上头盔呢，跟穿了护甲之后呢，你会觉得全身有点紧绷，甚至看不到左右两边。不过呢，这样的防护措施是非常安全的哦。那现在啊，赶快去找老师哦。老师，我来了。那我们来练习什么呢？啊，我们下一个阶段啊，我们就来实际体验一下剑道的独特的它的一个震撼力。那我们就下去跟我们的有段者的学员一起做练习。有段者，他们不会很厉害吧？他们都是有段位以上。段位听起来就很有杀气耶。不过没关系。老师说接下来的练习是有人要让我打，哎，哇，怎么那么过瘾啊，还可以打别人呢，这样我要来好好发泄一下，我也来试试看。我们现在换人当 model， 我们请香蕉哥哥来当一下 model。 老师，你是不是搞错了？哎呦，原来打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刚才我打下去眼冒金星，哎，我的天哪，也太痛了吧！原来打人还要被打，真是一点都不划算。
你可以打我吗？好啊，没问题。谢谢学长。剑道的练习上面有比技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气势跟气魄上的表现。所以接下来我们是要进入到气势的训练的课程。气势，这个我会啊，在学跆拳道的时候我就学过了、啊。老师，你看喽，怎么样？这样很有气势吧？老师，你看这样有没有气势啊？看老师的反应。就知道我这一招够有创意了吧？老师，这个我会，看我的。是谁住在深海的大缝里的海绵宝宝？为什么？哦，这不算气势，你这样是鬼吼鬼叫喂。老师，怎么样才算是有效的打击啊？是不是这样随便打、啊、都会得分呢？并不是这样子的。正确的有效打击是要用我们这把竹剑的长度的三分之一处的剑尖打击到正确的部位，就是我们早上有提到面、骨袋、肉、自己啊，这样打到以后才算是有效打击。那老师可以示范给我看吗？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个示范一下。老师，你要跑去哪里啊？你干嘛跑那么远才转过来啊？我们在剑道在形成有效打击的情况之下，打中目标不能马上把自己的气势松懈掉，一定要把自己的气势跟自己的尾劲，还有自己本身打过去的一个弹性方面，充分的表现出来。原来这样打了一直拼命往后跑的动作叫做残心，是模拟日本武士手拿真刀的对决，攻击完了要继续保持警戒，以防对手的还击。不过当大家一起练习这样的残心动作，场面真是吓人哎。不过这样的动作很简单，我也来试试。跑了这么远应该够安全了吧。你们看，我发现有好多的爸爸跟小孩一起来练呢。老师说，这是因为剑道不受体能的限制，是一项可以活到老练到老的运动，所以很适合当作亲子活动哦。目送，准备下课了。下课前的静坐默思是为了让大家沉淀心情，检讨训练，顺便收心。剑道的下课礼仪一样讲究，下课前我也依照礼数向老师行礼道谢，老师提醒我的还是有关剑道的相关礼仪。难得的是在结束时老师总算是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剑道练习看起来好像很可怕，因为打打闹闹，声音非常的大，可是很多小朋友呢确实喜欢这种运动，尤其是在蔡老师的带领之下呢，让小朋友可以在剑道里面建立自己的信心。所以呢，不管做什么，对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你就会获得很多快乐哦。剑道其实算是一个媒介，他能借由剑道方面改变自己的个性。他最严格的不只是只有剑法方面的锻炼，其实是在礼仪跟礼貌方面的一个规范。我相信说在剑道的这样的一个严格规范当中，无形当中一定是会改变小朋友他们对于礼貌的认知，而不是单纯只有形式上而已。老师说的没错，在课堂上我也发现学剑道的小朋友每一个都认真专注，重礼貌，守规矩，这一点也让我印象深刻。老师好，学长好，大家好，香蕉学长好。哇，好奇怪哦，大头，你怎么变得这么有礼貌啊？谢谢香蕉学长的赞美，老师说我及格了，可以穿上全套的护具了。真的吗，大头？你好厉害哦，那我来帮你穿上。好，谢谢学长。嘿。你的头太大了，怎么穿不进去啊？哎呀，小力一点，很痛，很痛！哎呦，很热门。香蕉哥哥，你到底会不会呀、啊？切！大头，我就是知道
要装有礼貌的。我看你啊，还是多学学好了。你什么你啊？第一次体验剑道，从进入道馆看到老师，看到同学，无论坐或站，真不知道行了多少的礼，真是一项非常讲礼的运动。穿上剑道服之后，每个人就会穿架起应有的礼仪，蔡老师也会板起脸孔仔细讲解，讲求学剑更要习道。剑道里的剑主要的目的不是打倒敌人，而是借由剑剔除自己的缺点，才是所谓的剑道。看着学习剑道的小朋友下课时天真快乐，上课时马上转为认真努力，在剑道的世界里，除了教导剑的技术之外，对孩子们的人格品性却有更大的影响。剑道或许不是最热门的运动项目，却能让身心同时锻炼学习，在学习中让剑的技术和人的心智更加进步。我想大声地说，帮孩子建立更好的品性人格，教孩子学习更棒的剑术技巧，剑道老师加油哦！呀，快点！来，大家好，我是草莓姐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按下订阅，这样子你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呢。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也可以看这里哦。